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邓。今天我们要走一条很特别的路，在普通话里面叫做回娘家，可是在客家话里面就是叫做准威。准威嘎，准威嘎，准威嘎，也就是说，以前的妇女嫁到这边之后，逢年过节回娘家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他们就会走一条古道回去美浓那边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最终的 ending 呢会是在美浓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出发，走，出发。旗山福安庄是一群由美浓移民而来的客家人所建立的客家庄，也是目前旗山唯一一个人与客语在交谈的客家庄。今天要走的准尾嘎路，我们得要先溯溪，然后再攀爬已崩塌的古道。第一站我们先来到了鬼潭，鬼潭以前又名阿基湖，是因为有一个名叫阿基的庄民，有一天呢乘坐竹筏到对岸的农田要去耕作，不料却没有回到这个庄内。庄内的村民拿着火把到了这个湖边呢，准备来寻找阿基的下落。在那个当下很多人的那个火把跟手电筒闪烁，甚至故障，很悬，大家就觉得很毛，非常的毛。对，然后可能他在说什么？对，然后之后也找不到尸体嘛。嗯，听说了，可能就是像这种，要过几天，一天两天，它就会浮起来。哦，对，然后就从坐竹筏钓漂到这个地方。嗯，这个叫我们称阿基湖这个地方，就是为了纪念。对，纪念它这样子。然后这边从此就变成我们的禁地。村庄的长辈不允许我们在这边玩水，如果玩水回去就一定被打。对，小时候都这样。对啊，拿出去玩水一定回去一定被。啊，我们不就要去玩水惹？好紧张哦！哎，好滑哦！好你是很害怕？不是，因为是因为真的很滑。我知道啊，因为它有青苔。叫碧露蓝，步履蹒跚。太难的啦！最近我们以前都是从南子仙溪这边搭着竹筏过来，然后从这边上去，我们都在上面耕作，种在上面耕作，对，种姜啊，或者是种粟黍，因为以前家家户都养猪，粟黍是用来那个喂猪的，对，大部分粟黍比较多，还有竹子，继续吧，继续走。其实以前在这里的客家人是禁止与其他人种来通婚的，因此呢，大家都前往美浓迎娶客家妇女。也就造成了这条准尾嘎路的形成，也就是逢年过节，客家妇女必须沿着这条古道呢，走回到美浓的家乡去。小邓现在帮我们，因为这个路太难爬了，又没有绳子，所以他帮我们找了一根竹子下来，让我们拉着上去。在这个古道，刚刚从开始溯溪到现在。真的是非常难走，然后到这边才开始平坦，所以以前要看这个他们回娘家的路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可是在那个年代，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平常、很平常的事。对，就像你这样常常走就很快，你今天是为了等我们在这样拖慢你的速度，对啊。OK， 所以这个还是有人在过来，只剩这户而已。我一直以为他签了，哎。然后今年我再来的时候才发现有点羁绊。对啊，这个看起来还有那个香蕉，还有一些饭。那可见当初我们还给多林地的时候，可能这户人家没有，私底下没有钱走这样。哦，所以还是有可能钱走，他们自己有另外再来拜也有可能。嗯，对啊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。对，说是刚好下大雨，对，然后竹筏已经被冲走了，嗯，变成就是比较年轻力壮会游泳的人，嗯，游过来这边祭拜，然后他们放鞭炮，我们听到鞭炮声的时候，我们在对岸，大家在拿小牌，哦，对，
对，好特别哦，就没办法，有类似遥祭的那种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也不会游泳，小孩子也危险，老人家也危险，然后也没有竹筏可以过来，是，所以我们只能够听鞭炮声音，然后在对岸这样祭拜。哦，我们村庄刚好中原普渡在放那个八音的那个音乐，然后我们在办中央的时候，我就急迫的跟游客讲说，随着这个八音，我们传统的客家班，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村庄，然后就一路就迷路了，对，然后八音，对，然后迷路之后，我们想说，不然就往回，然后再走，可是时间上，它看起来像要下雨，然后天也快暗，也很危险，所以我们就还好，凭自己我以前的记忆这样子走前的旧路。就把我引到这边，然后引到这边的还不打紧，在出口处的时候有一个小土地公在那边等我，被遗弃的一个小土地公，所以我觉得这很多事情其实好像是冥冥中就注定，我们想要找的东西他不见得找得到，他自然而然就有一股力量把我引过去。经过了一番折腾，我们终于走到了这条路的最后一站，也就是美浓的开基背公庙，这也是客家妇女转摩尼嘎的终点。从这里往下走呢，就进入到美浓庄。来客家话教学，我刚刚其实念了很多这个不正确的客家话发音。我们在请教小邓教我们一次鸡油素虾怎么讲？鸡油素虾，鸡油素虾，那我都念成鸡油素虾的鸡油素虾。那转咩家？转咩家？转咩家？哎，对对对，转咩家？转咩家？那客家话的拜拜，在这里聊，在这里聊，就是准备要离开了，然后以后有空再聊，在这里聊。在这里聊，那打招呼的是宝 M， 是宝 M， 哎，加爸，是宝 M， 像我们闽南话的话就是加爸，对对，啊，所以客家话就是是宝 M， 是宝 M， 是宝 M， 来聊喽。